AD 太难。你红开蓝开？啊？十七？好，红开，红开，红开。可以，你红开，谢谢护士村，护士村，我感觉要出了护士村，要出魔法棒了。谁一发入魂，出了分我一半就行，行不行？别的咱就不说了，谁来个一发入魂，没出那就拉倒，出了分我一半，行不行？我感觉要出了。谢谢兜兜兜耶耶，差一点，差一点点。哎，还三分钟开奖啊，直播间。是吧，先刷，致敬一下吧，这个 Q 致敬一下。这种学艺的凯南是挺烦的。点心。哎呦，他攻速好快，为什么他0.9攻速啊？哎，凯南一技能加攻速吗？啊，这什么天赋啊？不是，为什么凯南会加攻速啊？谢谢汉堡加薯条，一加攻速呢还？哎，以前不加的呀。这一看这就是加强了是吧？我记得加双抗。先去插个眼儿，这里有个眼儿啊。前期不好抓对吧？嗯，抓不抓这倒无所谓。这玩意儿呢，确实是不好杀，但是也不至于能给我压死。牛逼呀！再把妖姬要起来了就好办了。对呀，这把妖姬，这怎么抠的？这不扯淡的吗？这是怎么抠的？是吧？想电我？终于遇到个正常妖姬了呀！是吧？还是得帮下路，帮你项目是吧？抓不了，这凯南有点怂。他远程打近战，我等六杀他就行。快吧，快吧，快吧！啥意思？妖姬没回家补状态的。大补圈。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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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快跑啊！没有没有，我已经。啊！阿古尼探险死了。哎呦我操！跟踪导弹。这小子有点厉害啊！哎，这都能扣着我！要补个爆车，兄弟！谢谢老师，感谢奢求那一抹微笑。老师还来不？老师，老师，我感觉要出了好几个了，已经差不离了。哎，可惜了。这不没吃到人头，还跑了。
这波吃到他的炮车，可能兵线就推过去了，不能吃他炮车。是，他这波我没吃他炮车，他兵线好多，他能吃。如果说我把他的炮车吃了，他兵线就过去了。细节呀。看我们这一贼就不吃他这波兵，不吃他炮车，他直接这波多比对面多十个刀。中路看一下，可以，这波辅助灵性游走，没打死，没打死。哎呦，他这个开门也太少了，这都能跑。我感觉这个他这地图改了之后，他这都能开门，不要去浪了。辅助早点 E 就好，他别等扒着走到场。哎呦我操，他交 E 上来，我以为来人了呢，给我吓一跳。他们人都在中路和下路。行，是时候给你们来一波单杀了，兄弟们。阿古尼汤也死米达，这下路不看地图的吗？交闪了啊，上路。大陆老不看地图，然后继续上去。他应该会交传送。凯南交大招了吗？嗯，你们看的凯南交没交大？这人怎么回事？太猥琐了。打个远程英雄压近战，咱先不说压不压得了的问题，这也太怂了。这交了是吧，还把大海给交了。他这把出个提马推线快点，下波可以试试。哎呦他妈，后边冰女啊，都没人偷，兄弟们，算了，拉拢好了，还不行，吃波速成练兵，但是给这一滴拉两个人头，不吃点东西，对不起自己。瞎子可能在我这儿呢，等一会儿。他们巴德和那个瞎子都在上。嗯，我感觉到了。我去把龙撤。他们这波下路断节奏了的，没 AD 死了一次，掉了很多东西。他不还在上？我说你清完这波线可以去我蓝开一下，他还没打我蓝的，待会看能不能把他改了。我试试啊，有点费劲，我能打他个大差不多。还没闪，交了个眼。妖姬，这妖姬没出水银鞋，好容易死了，又死了。这个匣子兵法就下路死了一波，然后这妖姬还能被抓死。嗯，哎，这妖姬前期刚踏完，他就一直死。中路塔要没。不行，兄弟们，我打这凯南，我真的是打不出来啥玩意儿。你们就看一看，我一近战能压他远程刀，你们就知道这人有多难杀。
就老猥琐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妖姬要能猥琐一点就好了。我们这妖姬打个兵把他老想着救，还不准准一些。就猥琐到令人发指，就这开难。没有意不上来，你知道没意不上来，就根本他就碰不着他。他可能想留着 TP 支援吧，他知道他比你多一个 TP。他 TP 还交了，他 TP 还没有现在。那他 TP 交了，有点嗯。这波凯南可能会支援下去，我去不了啊，可能会，你小心点，反正刚回家，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去。来了来了，去了，最好是别打。打不打不打，你追路人。对，我吃他几层打皮，他可以死。最好是别让他搞出来事儿。里面肯定是想搞事儿，啊，这闪现干嘛的呀？挺搞笑的。谁的闪？被我被笑的。哎呀！找到机会了，完了，这波塔下他妈的让塔给砸了两下，靠！被单杀，这不能算单杀吧？哎呀，其实还行吧。我吃他两层打皮，他杀我一波，俺们五五开，300-300可以接受。给了一波小机会。瞎子兵，然后他们兵把，主要我们中路塔没了，哎，视野丢太多了。这把我们视野丢的有点多。旁边有人。小龙吧。我哥下播，小龙你要过来打牌？可以。啊！这瞎子来的地方来的真不是地方，完了，0-2，但是瞎子没有大。哎呦，这妖姬为什么不出水银鞋啊？我就不是很懂。嗯，这妖姬出个水银鞋，这把他随便打兵法，他也不至于被单下呀。龙可以拿，直接拿了吧。他们凯南也没传送，应该不会用。你凯南有踢吗？踢不踢的也没用，你直接拿吧。瞎子没有大，他没大，他没有大。我打不过他。哎，下路不来支援，坏了。坏了，这波2-3了，哦，是断了一波小节奏，略微是断了一点点。那瞎子磨刀，这妖姬早点出个水银鞋就好。啊，他现在出，出了三次。瞎子现在很肥，水银鞋。对，他倒有两个。这凯莱没闪没大没大，我直接来一个。那也杀不了，这人不给机会。
两名大都杀掉。可以试试。啊、算了，打王八打什么的，我打峡谷。你打吧，你打吧，我试试，我看能不能把他杀了。所以这边这个兵法玩的挺菜的。那就行，但是这个都几把，他们中野的节奏给哎呀，太猥琐了，实在是没有机会，机会太渺茫了。哈哈，就拉了。啊，这都中了！哇，我这个标太准了吧，兄弟们！左边凯南啊，虽然我这一标是随便一标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挺准的。这不是随便一标，预判他在那不准，好吧？实力预判，实力一标。他们一定没闪，150刀。我回家出个五幺 B 了，我还要下个前锋，下不可以推二塔。这波老透视了，好吧，全图懂不懂？汤萨최고를추구해我给他快撤吧，这位置这两个人我想去别的野区呀，换了一个，换了一个，那还方舟换了一个。你直接快跑，哇 nice， 我这夹子立功了呀，夹子打了得下子得血，我这夹子炉灯立功好呗。哎，然后一直接操作也可以把他反杀了，这人没闪现的可以杀他。啊，对你看见死了，那谁给秒了呀，兄弟？我 ace 你！有了巫妖的暴雨，直接 A 人就 OK 了。管他走不走位，直接 A。nice， 快吧！巴德去，巴德瞎子就要来了。哎呦，抢到了！哎呀，红给他们拿了，兄弟。有点亏，他们来不来其实都行。你这波要避吗？我想这波中路，你继续给上路压力吧。我把中路放前锋。嗯，瞎着我估计得上路得守一波了。鸭子在上，反正再推一波，好像看到你。没有，他没看着我。反正他们在左边呢啊、哦！我给的建议是赶紧打。打完赶紧撤，我的脚闪。哎，这波他们炸了，直接起飞，就准备起飞。海南有大，应该也有闪，你小心点。毁天灭地啦？没有。凯兰已经不管他们家了，凯兰还在下路带了。好了 ，BBB， 不推了吧？不推了，不推了，不推了。直接打，直接打，瞎子还没活，直接打。直接打，海南没大。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大，我大都好了，他大能没好吗？应该是好了。起飞，起飞！
120太尴尬了吧。你别看他杀我，我跟你说，他杀我归杀我，他起不到压制力，没用。你小心点，他们人都密色的，我这波可以靠。他们除非瞎着过来，要不然一般人杀不了我。妖姬就死了，这妖姬本来这把能玩得很顺利，但是他还在把打推了吧，能拆一个。这个凯南先给推过。直接走位走躲 Q， 然后他这个等死，他已经绝望了。这波走位躲 Q， 然后扫描预判他的位置。屁呀、啊！能破两路不？但是他们打团有点猛，哎，兄弟，这凯南干嘛？走了，小兰拿下，小拿下。其实这把拿下是。是必然。